一个五彩的，一个小罐吧，还是盒，小罐呢，应该是罐。啊，主题画的是英系图。这盒子高度有9.5公分，口径有12.5，底径11公分。这盖子表面画着两个小童在耍乐，在这个山石，有山石，有那个草丛。它这个五彩的，它的颜色，你看它这个红彩有分水的。也是有啊，那个康熙的风格。它最主要是它这个有个黑色的黑彩上面有一层玻璃白。康熙一般都是这样，它这个风格黑彩上面都有填那个玻璃白，明朝就没有，到了康熙就有。其他时代好像光绪都没有，其他时代。画的儿童耍乐，也就是英系图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有五个小童，城墙门楼下外面，这个罐子的口沿是没有釉的。那很明显的火烧红，火烧红很明显。底图是双圈，这个它也是原装原旧，有火烧红呀，原装原旧。这硬彩、五彩，看小童。大童宝贝，大头宝贝，还是有点明朝的风格。这个罐不是蟋蟀罐，这是一个小罐子的，或者是盒子吧？看小罐子，看的都是以小罐为主。那两个，它这个黑彩上面都有一层玻璃白的，这是康熙时代的特征。